今天我们来参加东京食品展，那今天一大早来就看到很多各国世界各地的所有的食品业者通通齐聚在我们东京食品展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给了全世界所有各个国家各个县市各个食品呢都有一个展出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想我们云林县的团队呢，那当然啦也不缺席，每一年都来参加，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那报名非常的踊跃，但是呢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呢摊位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就评选出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厂商来到这里参展，那每次的业绩都让他们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也继续在拓展整个国际的市场。那我在这预祝我们台湾馆业绩能够长虹，那云林良品馆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订单。